一起自发互动共好。也是国小英语辅导团专任辅导员，去年在教育局课程课的安排下，很高兴能认识美丽大方又热情的 Shirley， 以及台中市外语群科教师团里面很优秀的高中伙伴。以前我们只能触及国中的苦主，现在因为了加入这个社群，随时可以了解到高中教学的讯息，并且也能够分享研习的新讯，以及彼此交流互动，更分享很多教学上的新知。在这里我觉得尤其是在针对108课纲强调核心素养的纵贯衔接，我相信未来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透过我们群科辅导团里面有国中国小老师的参与以及对话，未来希望有更多合作发展的空间。有这么多好康的，快加入我们吧。这样的社群呢，主要是前几年断断续续都有在 follow 脸书的 Dance with Stars， 然后发现教学现场真的有很多很用心的老师，然后后来发现家商台中家商的这个 Shirley 主任办了很多很棒的一个研习，那就觉得虽然我们在鹿港，那还是觉得一定要跑这一趟，因为觉得老师都来了。那后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延伸到群课辅导团，那发现哇，这个办的研习更广了。那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研习，这些研习真的是不但激发了自己的教学热忱，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得以跟来自其他学校的老师互相交流，那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。所以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社团，那有这么多用心的一个老师在这方面付出，谢谢。
国际教育社群来做合作，期待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跨域课程。Inspiring 国际教育社群。